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做撑人节，它是一个十套节，意味着它不会因为你受力而一直束紧。那这样子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救命工具，可以撑一个人，所以叫撑人节。那今天我们的角色有两个，长的这个叫做树，短的这个叫做兔子。那呢，我们要在树前做一个洞，好，这个叫做树前有个洞。兔子呢很无聊，它从洞里面跑出来，好，从洞里面跑出来，绕过树的后面，还是很无聊，再跑回洞里。这个时候抓紧你的绳子，束紧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撑人节。好，它怎么拉都不会继续束紧，它是一个十套节。那它的长相呢，就是长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撑人节。